树，菠萝蜜，结好多颗哦。我超喜欢吃菠萝蜜的，可是掉下来应该会被砸死吧？我来问，看哪一颗好了可以吃，你们看。多吧？呀，我准备好了，拿着个长竹竿，你们知道要干嘛？我要向那棵菠萝树迈进。对，我现在瞄准好一颗了，小心让我那被砸到头。啊、下来了！哎、欸，轻轻一弄就下来，就表示熟了。太好了，成功！这是我的战利品，漂亮吧？一颗菠萝蜜。